哎呀，我这个英雄小伙伴，差点就回到了这顿大午餐。哎呀，脱鞋了，要为父哥脱鞋。哎，你们两个人太帅了吧！我咱俩是抠点儿，算你多点儿，给你两个在一起，简直就是刀口上舔血，那太有本事了。哎，嗯。 曹总，我们酒店你那里倒是超赞了，三个奶奶，一个瓦片头，一个中分，一个黄豆，满脸麻子。哎，我们只能上，需要一个头绪。想操蛋！ 有路人嫌哎，狗脸子取下来嘛，好汉都在去。去！老伴儿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是钱，你数一下，你放心，回去啊，我们几个肯定好生收拾这戒指。 好了，钱来去把账给他几个结一下。好。哎，我们三个男人咋个混得弄错哟？还不是要怪这个高天亮？哎呀，你猪脑壳一样，把我们带来那个餐桌头去，拿给他堵在那儿。哎，你是没吃药吧？是药没吃够哦？哎，哎呀，算了。 现在说这些莫别用，手上逃不过命的主。哎，那爸，我就这样算了哇，我不干，我不想再想苦你了。哼，这个事到如今嘛，也只能以退为进噻。咋个退啊？这段时间昨天做的不要命，全靠老婆有情。 现在夫妻摆着烂，关键时候靠你们，智商欠费，不哭就，还望领导打上手。说真话。我，经过这段时间，我们认真的反省，完全意识到了我们知识的浅薄。我们认识到自己就是一块二杆子。认识了我们，除了你们，我们啥都不是，是个畜生。 就凭我们几个的能力，没得能力。这位郎千金的一些事务啊，我们哈不称头，要为根本就不适合管理。我们不如在家里面做后勤。对，就是那种女主外，男主内，除了做饭，啥都不会。对的，你们在外面打拼，我们给你们管理好后方。媳妇，你我平安一方。我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嗯嗯嗯。你看，张老师，你看你把衣服给我洗成啥子样子了？张老师。哎，哦，来了。你。哦，谢谢。是西南四楼。谢谢，你现在我不能动了。谢谢，你不要生气。你看，我专门为你开了一道。 身材，身材吧。嗯。我上一个，你八十。啥子味道我那么难吃？比屎还难吃！哎呀，我家胃口不讲不说，我那个。就让开。<笑> 洗干净了。
鸡汤也煲好了，也是等我出去放一会儿。要得嘛，我先跟你说嘛，准去给你小妹去打飞呗。听到没有？哟，喂，你放心，我不等飘的，飘啥子妹儿嘛？哎。张幺妹儿、李幺妹儿、王幺妹儿、三桂幺妹儿、九儿姐，啥事嘛？啥子关我啥事哦？哎，李幺妹儿，你太不像话了！咋子了？你咋子了？你背得不像话，你穿那么性感做啥子嘛？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啥子梦啊？我问今天就梦想成真了。到底啥子梦嘛？你说嘛。就是梦到要碰到三桂幺妹儿呀。你们在龙门阵。恭喜我，你这嘴巴越来越甜了。嘴巴甜哇，来哇，打个本儿哇。恭喜我，这个男人不坏。你把你最爱的书都烧了，没得意，人生都没得意义了，要书来做啥子？哥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你要是病了，就快点进去休息。哎呀，不要烧了，来，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最近硬是做啥子了？我们家高铁亮硬是要死要活的。哼，我们那个温姐，她咋没死？但是把我气死！一天到晚在外面嘚儿啊荡，没花糖，不是给那个妹儿抛媚眼儿，就是给那个妹儿打飞白。照你们这样说起来，我还算是最幸福的了。哎，你们说这些男的咋回事？哪儿有没那么恼火嘛？哎，当一个优秀的家庭妇男，一样的可以体现人生自我价值噻，对不对？亏得一天信誓旦旦的，哎呀，就跟演戏两个样。哎，你硬是提醒我了，你们发现没有？最近这三个男的，变化硬是大得很咯。哎，对的哈，我们那个宝气再咋个晃，嘿，以前也不敢。在我面前明目张胆的这么放肆噻！哎，你说他们是不是真的在我面前演戏？哼，他们以为做出这副样子，我们就会主动让他们回朗前景啊，未免也想得太美好了嘛。过来，坐到一起吃。不不不，我去扫地。坐到，坐到。你吃噻。张老师，就是因为你做的菜呀、太难吃了，但是为了提高你的厨艺，你必须多吃点，才能找出难吃的原因。等一下，老公，病了啊，就要吃药。来，
我喂你。嗯，等会儿吃。去个子！来，喝水。吴萱萱，你给我吃的啥子药啊？怎么这么冷呢？哎呦，冷啊！热热啊！热热热！你不说是不是？我马上死给你看！我现在就在河边，我现在就要从这儿跳下去！哎呀！哎呀！吓死我了！你放开我！你要咋子嘛？我要跳河，你让我去死哎！咋子？那边那个水好脏嘛，胖臭巴臭的，有啥子想不开嘛？是啥子嘛？你晓不得呀，大叔！我男朋友藏私房钱，被我晓得以后还不给我说。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晓得不？你说他是不是太自私了嘛？哎呀！妹妹，想开些。这个男人藏私房钱，是因为在家里面没有财政大权，正常的。哎呀，我把那个男人藏私房钱的几个地方给你说了，你回到家把钱找到嘛，就对了嘛。那怎么说？大叔，你也藏私房钱吗？哎呀，我也是没得办法。哎呀，我们老娘啊，我整个打麻将，啥子权利都没得了。平时藏点私房钱，藏来耍。利欲爱好，利欲爱好。哎呀，你说的有啥子？光这里藏私房钱，我外婆就这几个地方。餐桌下面，窗台子的这个把手里面。还有这个花盆下面，还有花筐后面，鱼缸里面，台灯里面。哎，那台灯里面，那不是最容易被发现？被老爹爹的就问得好，台灯里面啊，是故意拿给他发现的。这个样子的话，就掩护大批的私房钱不被发现。花姐姐，你听清楚没有啊？全部找到了，找哥，王宝奇，你还不会防身的？哎呦，宝奇哥不好意思了，我嘛也是配合花姐姐演戏喽。小伟，我的天！你们晓不晓得人生的四大悲剧是啥子？人生的四大悲剧，那就是能力比不上梦想，收入比不上享福，容貌比不上交情，见识比不上年龄，说的就是你这两副颜色。还有你啊，也包括。兄弟们，我们必须要站起来。锄头，我们要同三个女人来一次绝地反击，一定要把郎千金的主权给夺回来，有信心没有？好，那就干脆咱们拼了！拼了啊！拼了啊！啊！你想倒是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都拼了二十多年了，我的下场就是这个样子，还拼了？哎呀，你们不要那么悲观嘛！以前呢，我们是低估了三个女人，现在我们好生的谋划一下。
不是说三个臭皮匠当过诸葛亮？哎，对，我倒是有一个想法。你看嘛，这是一封母婴国际文化节的邀请函，喊我们派一名代表前往母婴文化节的举办地马尔代夫。哎，马尔代夫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个文化节的规格之高哦，参加这个活动的全部都是母婴产业界的领军人物，到时候还正装出席，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了。哎，免费去马尔代夫！哎，我再看一下哈。哎，莫慌莫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们三个不能同时都去哦。这个上面说的，只能派一名代表参加。派一名代表嘛，肯定是我噻。我忙冷千斤的生意，忙得脚都不沾地，假都没有休息，就当我去休假。哎呀，话是这个样子说，没得错。但是上面说得很清楚，这个活动这么大型，这么正规，你看我们三个当中，我的身材最好噻，形象气质最佳噻，交际能力最好噻，哎，我去嘛，肯定是最不得丢人现眼的噻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少在这儿讽刺人家花学胖。话又说回来，参加这种国际母婴文化节，首先英语要好。你们两个啊，哪个英语好嘛？哎呀，会英语有爪子嘛？哎呀，哪个不晓得嘛？你小时候诗朗诵的时候，对着话筒就出了洋相，你到现在都有儿时的阴影，对着话筒就结巴。这回人家邀请函说的是啥子？要发言。到时候你发言对着话筒，结巴咋个整？嘿，我跟你们两个说哈，少在那跟你整东西。你说我胖的吧？哈，你们还说我不会讲英语的。好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们呢今天也不立刻下决定，反正母婴文化节是下个月的事情，我们要不就趁这个时间，各人回去都补下经，到时候再看一下哪个最合适。好。两个星期，就两个星期。我跟你说，两个星期以后啊，就搞一个朗千斤答谢会，我们就要检测一下镀金成果。对嘛，到时候看哪个才是名副其实的朗千斤的代表。哼！哎呀，老公。你帮我想个办法嘛！你说我咋个才能拿到话筒说话不结巴呢？我咋个想的嘛？我又不是医生。哎呀，反正真的，帮我想个办法，我必须要赢了那两个女的代表朗千斤啊，去马尔代夫。哎，老婆，你看过那个国王的演讲没有？里面那个男主人公，他就是一个结巴，嘿，但是他骂起人来呀。嘴巴顺溜得很，一点儿都不结巴。我跟你说，他就是那么练出来的。哎，老婆，啥子烂办法哦？好歹人家还是书香门第，咋可能骂人呢？咋子？我是说我拿着话筒，我就不结巴了。哎，老婆，你说你是书香门第，不得骂人的嘛？哎呀，为了去马尔代夫啊，这次人家豁出去了，还是需要你的配合噻。我咋个配合你？哎呀，骂人总要有对象噻，我的对象啊，就是你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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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
就怪我嘴贱，我出的啥子馊主意吧我。我开始说哈，你不要吓我，你说话听啊。啊！你来了，我跟你说，我还能不能来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甜甜，我来了。喂，喜鹊，讲啥子废嘛？说话说得好，美丑有命，胖瘦在天。你不要劝我，我是下了决心的，为了当郎千金的代表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改吃草。好，食肉动物改吃草，从此家庭和谐了。是不是啊？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